插在草莓上面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会在发抖？扇一扇，扇一扇，它才会下去啊。校长。其实学习力很好，白白哈。那我现在真的很迷恋做菜，好了，够了，可以，谢谢，不要多，多了就不好。好美哦，谢谢，漂亮，漂亮，谢谢。那我们就一起回去到那看看。好，好吧，我们看暂时先组装，好不好？你们俩没事吧？没事了，一起来，还是请来。阿金斯拜，谢谢，谢谢阿金斯。谢谢。他们是要组装了吗？嗯，它这是冰淇淋，对，香草冰淇淋，对。那我们把它稍微压软，因为我是要让它融化，变成酱汁。我们要做第二次上糖粉的动作。这是什么？这糖粉吗？慢慢撒豆。你要用那个筛了。嗯。哇，又下雪了！金哥呗啊，金哥呗啊，金哥，我的喂。来不及了。好漂亮哦！这次就比较不会融，对，因为温度已经降下来了。对对对。如果呢？这样丢进去，丢进去就好了。对，哎，你当然吃的时候就很方便，你就自己拿来。不再撒一些肉桂粉吗？我已经刚有撒过了，不要太重。这种方式好适合吃下午茶的时候。对啊。大家坐着，然后边拿边聊天，很有意思。这样倒数十秒。今天呢，为了我们几位宅男女神不同世代、轻重程度不同的宅男女神，带来了我们今天的甜点大赏。嗨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过去推出甜点大赏呢，引起了观众的广大的回响，不管男生爱，女生更喜爱。时间到。